作为亲历者，你深深地体会到文化自信是多么重要，你才能这样轻松的、自信的、快乐的这样一个状态。压力就是给你能量，我要把它放到身体里，然后让它把我做得更好。我只不过是把自己最爱的事情做到了更好，然后又付出了自己更多的精力。朱一平来了，内转，漂亮！中国观众在给我们中心的人呐喊加油，我觉得这一刻也是让我觉得值得骄傲的。有机会可以站在这个领奖台上去升起这面国旗，今天我们一起做到，我很高兴。尽管寒冷天气为我们的服务带来了挑战，但是我们的热情没有半分衰减。无论多晚，我们都要坚守岗位。